各位羊城晚报鱼碗出面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卖报麦强兴，你们可以叫我非凡哥。各位羊城晚报鱼丸出面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麦包麦强兴，你们可以叫我非凡哥都得。首先多谢廣州的包容我和接受我先，其实很舒服回来。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现在哇包你好忙，但是其实我现在是已经是比香港节奏慢了很多。去年五月份回来讲的广州和香港其实差不多，即是吃东西啊气候啊所有文化其实很接近。我都会四日走的，因为我喜欢去四日行啊吃东西啊在街上喝乜嘢啊，除非天氣熱啫，因為我大汗都係怕熱。咁你會行下商場嗰陣時飲下茶，無論係大小嘅餐廳我都會去。早上，而家每日生活六點零七鐘點都會醒成，咁醒咗嗰時就如果有嘢做就起身啦。咁如果嗰日上晝冇乜嘢特別做咧，我就會大約去到八點零鐘我就翻瞓。如果做直播嘅時候，你又會去翻去睇啲品啊，對下嘢，傾下嘢。如果出邊有嘢拍嘢做，就要出去拍嘢咯。咁另外，如果拍劇集嘅話，就入咗劇組就朝朝都開工啦。咁即係如果有時真係嗰日唔使做嘢嘅，咪試下去阿順德食下嘢啊，或者去佛山行下，因為行下啲新景點同埋啲舊景點咯。有啲酒樓我已經四十幾年冇去過啦，而家要去下啦。最好笑係以前覺得地方好大，而家覺得地方好細。周邊可能起咗好多高樓大廈，喺呢、這個好笑，我嗰日翻嚟第一次行翻呢個中山紀念堂，我以前路好闊噶喎，點解而家咁窄嘅咁咯？我感覺係喺度行，但望裏邊就冇變喎，就係望緊出邊嗰條路，點解窄咗咁多嘅咁咯？以前覺得好闊噶嘛，可能車嘅關係啦，又冇咁多車啦，以前單車多嘅啫嘛。四十年後我真係翻嚟廣州時候，我翻嚟。即係當我在聶德橋去望翻整個天河，一望個景，你不會想到幾十年前一個全部是農田的地，今日是可以媲美一些世界大都會的主要城市，一樣咁靚，一樣咁犀利。但係人哋用了幾長時間，我哋用咗幾長時間，即係驚訝嘅呢樣嘢。你上司，我话你讲嘅唔系道理就唔系道理，我话你驳嘴就驳嘴。我未高中未毕业就入咗 TVB， 因为中三之后就可以，即系唔需要高中，初中毕业就可以当警察嘅。咁嗰阵时啱啱 TVB 有我嘅超级新星嘅选举啦，咁啱同差唔多时间，咁我自己又唔系读书叻嘅人，英文又唔好，咁嗰阵时谂住，唉，唔好啦，早啲出嚟做嘢就着数啲啦，咁样即系帮屋企啦。做警察就首先就系自己中意想做啦，另外就系、是。所謂的鐵飯碗啦，嚇穩陣陣啦，政府通，咁就揸住兩份表格啦，一份嚟交去警察部投下警察，一份就俾 TVB 就參加超級新星比賽啦。TVB 嘅電話嚟先啦，係啦，咁就入咗 TVB， 盡力咁就又參加比賽，入咗訓練班，咁就一路喺 TVB 做咗三十幾年。其實媽媽係反對嘅，反對入呢行，因為佢就覺得呢行即係唔適合我哋去玩。咁我記得我同媽媽去到，因為我哋嗰陣屋村同家子，去到見到人個個攞住西裝啊，一套套一袋袋啊，有啲西裝袋袋住啲西裝啊，我哋連嗰啲都未，嗰啲都係嗰啲未見過咁滯。去到人哋攤曬出嚟啲西裝幾靚幾靚啊，我嗰個膠袋袋住三套衫，牛仔褲 T 恤、牛仔褲 T 恤、牛仔褲 T 恤、啲 polo 恤，點解唔同顏色嘅啫？三條都牛仔褲，咁人哋嚇你全部呢啲啊，你冇西裝啊冇個，咁我係好尷尬嘅，已經媽媽。即係我當時又冇懷疑啦，咁啊最好笑嘅，第二日放學翻嚟，媽媽就話：你換衫啦，同你出去買衫嚇，買咩衫啊？佢唔通你真係西裝都冇見你見人哋咩？咁就跟住媽媽出咗去旺角買人生嘅睇到西裝，就連恤衫、皮帶、鞋襪都買曬，用咗媽媽1500幾嚟俾蚊銀，1500幾定1600幾蚊。估計當時是媽媽生活費，即係買餸煮飯，都兩三月的錢。咁啊，睇住媽媽買俾錢自己，好矛盾啊！當時心情，即係想要一定想要噶啦，但係又知道咁貴，同埋自己就
唔會即係冇作出主動去阻止媽媽有得佢俾錢。媽媽當時嘅背影係你呢世都唔會忘記。我都話，就算我放落棺材，我都記得媽媽呢個去俾錢嘅背影。所以我就話攞獎嘅時候，我係即係好大感觸，就係我終於有多張成績表可以交俾媽媽。內地生去香港讀電影，然之後話俾我聽，佢包哥哥，你知唔知有 B 站咩 B 站？我你鬼畜好紅，咩鬼畜啊？我全部都唔識。跟住佢俾我睇，我就話咩嚟噶？點解你剪到咁樣？你覺得好睇、好笑咩？好得意咩？唔係啊，佢好，你要重新去理解佢哋嚇，咁叫得意咩？哦，咁我開始慢慢了解。咦 ，OK 喎，跟住。我只可以拍一啲自己嘢，誒佢哋又接受喎，又得意喎，又中意喎，即係咁樣開始咗 B 站嘅嚇。咁但係抖音就另一樣嘢，原來抖音就係一個文化，係更加唔知點適應開頭嚟嘅啫。跟住自己度球好笑嘅嚇，冇反應嘅點解你哋？慢慢去了解，跟住哦 ，OK 得，原來你係中意咁樣嘅個文化咁樣嘅，又同你又可以玩又學到嘢自己，即係其實我嘅短視頻有大部分都係自己諗。剪有時咧，佢哋會接近啲，即係後生仔佢哋會知道啲位喺邊度，咁溝通得幾好嘅，即係呢慢慢成熟。即係我希望可以等兩個小朋友啊讀完書出身啦，咁我就其實真係翻嚟過啲退而不休嘅生活，舒舒服服、簡簡單單，咁我真係想聽下音樂啊、睇下書啊嗰啲咯。